已经帮你联系过航空公司了，你的行李呢，因为他们的问题现在还滞留在国内，明天他们就会运过来了，到时候直接送到你的住处。谢谢你啊，行李没丢我就放心了。不会丢的。听说你是来维克多尔大学读建筑系研究生的？嗯。前面那个是佩佩朗塔吗？螺旋式阶梯结构，15世纪的建筑。没错。改天一定要近距离观摩一下。找机会我可以带你去。好啊。住房的事情呢，你也不用担心。我看过你那份合同，不会被承认的。我帮你告那个无良房东。明天呢，我去趟维大，找一下后勤处，帮你申请学校的宿舍。啊，不用了，我不想住学校的宿舍。为什么呀？学校的宿舍费太贵了。没关系，钱不够的话，我可以帮你付。啊，不用了，高木学长，来的时候我妈给我带钱了。高木学长，我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找一家旅馆，最好便宜一点的，我住一晚上，明天再想别的办法，麻烦你了。不用担心了，我有一个地方，今晚你先住那儿。到了。进来吧。人都在吗？在呢。你来这样，学长，宣讲会内容我看了，大概。有美女，欢迎。介绍一下，我的朋友李南。妹子，来者即是客，所有女性来我们公寓，我都表示120%的欢迎。哦。哎。快点儿！那儿是化学元素的雷，这个东西平时不太稳定，整天窜来窜去的。无所谓，我说你平时能把它关好啊？下次再放出来，我跟你翻脸啊！我是于不羁，专长是培育植株，我是园林世家出生。如果你对园林设计感兴趣，我们可以。简单的来说呢，他家3代都是种树的。别那么揭穿你啊！这位是无所谓。学生物工程的，有点社交障碍，见到生人不怎么会说话，你别介意啊。你们都太有意思了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我叫李南安。这么晚了，他还没回来？没呢。今晚不知道干嘛去了，那我跟你们说吧，啊，最近这几天呢，可能有事情要麻烦你们了。南是我们维大的建筑系新生，刚到法国没有地方落脚，我看那间房子一直空着，让他先过来住几天，没问题吧？好，好，好，其实助人，助人为乐，我最喜欢干。嗯，你的意见可以忽略不计了。二，
哎，雨不羁啊，宣讲会的材料准备怎么样了？肯定没问题啊。我想起来了，好像还得确认一下。嗯。熟悉就正常了。我现在开房间吧。你就先住在这里吧，新房子我再帮你找。谢谢高木学长，找新房子的事儿就不麻烦你了，我自己来吧。交给我吧，这儿我比你熟悉。没什么事情的话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嗯。明天是维大的迎新日，别迟到了。你早休息吧，我回去了。学长再见。再见。之前还怪法国对我不友好，现在看来是欲扬先抑啊！我选择出国真是太明智了。爸爸，谢谢你的保佑。